瓷砖是我国建筑装饰市场中极为重要的建筑装饰材料，在室屋空间如卫生间、厨房、泳池等长期触水环境使用率高达95%，具备经久耐磨、图案丰富、易清洁、防火防潮等优点，在家居装修中起到相当重要的装饰作用和效果。随着业主对家居美观、舒适、个性化等方面的追求，瓷砖行业朝着强度更高、耐磨性更好、尺寸更大、吸水率更低的方向发展。加之众多新型墙体材料不断出现，及时下流行的大规格地砖上墙等装修趋势，对瓷砖铺贴施工提出了更高的工艺要求。在传统的水泥砂浆铺贴中，水泥砂浆本身不具有粘性，其铺贴瓷砖主要通过水泥砂浆渗入瓷砖背面的孔隙中凝结硬化，起到类似钥匙插入锁孔的机械嵌固作用，将瓷砖与基材连接起来，其粘接强度取决于基材的孔隙率和瓷砖的吸水率，因此在瓷砖吸水率不断降低的前提下，极易出现空鼓、开裂甚至脱落等安全隐患。我们用百度搜索瓷砖脱落，相关信息多达300余万条，更有海量事故图片，充分反映出瓷砖铺贴施工工艺及材料升级势在必行。薄贴法施工是从国外引进的一种替代传统水泥砂浆铺贴的新型瓷砖铺贴工艺，被国外90%以上的铺贴工程所采用。它选择专用的瓷砖胶和齿形抹刀，适合各种材质、规格及吸水率的瓷砖产品，具备安全环保、施工效率高等优点。瓷砖胶粘剂又称瓷砖粘结剂或瓷砖粘合剂，是选用精细骨料、硅酸盐水泥与各种有机助剂、功能性添加剂科学配比拌合而成，是新型环保瓷砖粘贴材料。其粘贴原理是通过瓷砖胶中无机材料和有机材料复合反应，形成化学键链接，把机体和瓷砖紧紧粘结住，因此粘贴更加科学，可在温差与动容形变后保持稳固粘结，可用于粘贴各种规格材质的瓷砖和石材，省工省料，安全耐久，是传统水泥砂浆的换代产品。瓷砖胶作为水泥砂浆的升级换代产品，与水泥砂浆相比具备哪些突出优势呢？不妨让我们具体对比一下。瓷砖胶配比精良，现场只需加水搅拌即可使用。瓷砖胶铺贴时无需润砖，一抹、一刮、一贴、一压四步即可。瓷砖胶厚度是水泥砂浆的1/5，用量是水泥砂浆的1/3。水泥砂浆抗下坠性能较差，一般需要自下向上铺贴，且需要硬物支撑，而瓷砖胶抗下坠性能较强，可任意方向铺贴，不需要支撑。为了比较两者的性能差异，我们在同一墙面上用两种施工方法粘贴300×600规格的波化砖，同时进行破坏，从直观结果分析各自的粘接力。从破坏难易度来看，水泥砂浆铺贴的瓷砖很容易就与墙面分离，而瓷砖胶铺贴的瓷砖更加牢固，反复敲击撬动才使之脱落。从墙面观察，水泥砂浆铺贴处只有小部分墙体遭到破坏并脱落，而瓷砖胶铺贴处与瓷砖同等尺寸面积的墙体遭到破坏并脱落。从瓷砖粘接面来看，水泥砂浆铺贴的砖面边角有小面积未挂砂浆，说明容易出现空鼓，
而瓷砖胶铺贴砖面，胶浆满布且均匀，绝对不会出现空鼓隐患。从整体破坏面来看，水泥砂浆铺贴的瓷砖大部分从基层面分开，属于虚粘，而瓷砖胶铺贴的瓷砖将基层拉脱，粘接力很强。综合数据表明，瓷砖胶铺贴在适用范围、施工效率乃至各种性能指标方面均优于水泥砂浆铺贴。好的施工效果需要优质工具配合。下面让我们详细介绍使用瓷砖胶进行铺贴的施工工具，主要包括电动搅拌器、搅拌桶、量杯、齿形抹刀、搅拌铲、橡皮锤、卷尺、墨线盒、激光水平仪、油灰刀、毛刷、瓷砖切割器、十字胶粒、橡皮抹刀、海绵、水平靠尺等。采用瓷砖胶铺贴瓷砖，通常分为八个流程：一、平整基层；二、排砖弹线；三、搅拌胶浆；四、瓷砖铺贴；五、安装十字定位；六、清理砖面；七、瓷砖填缝；八、清洁养护。基层处理用瓷砖胶进行铺贴时，对基层有以下要求：一、基层应坚实干净，无裂缝、灰尘、空鼓、油污等缺陷；二、基层具备足够的整体强度，外墙的拉伸胶粘强度不得低于0.4兆帕；三、基层在2米内平整度误差不超过2毫米，否则需用砂浆找平；四、基层需润湿或用金面剂进行套胶封底。金面剂主要用于各种基层表面，一方面防止胶浆湿水过快，达到封底作用；另一方面增加基层表面粗糙度和强度，从而达到提高瓷砖与基层的粘结强度的作用。弹线分隔，依照室内标志水平线找出地面标高，按贴砖的面积计算横纵的坯数，用水平尺找平并弹出砖的水平和垂直控制线。搅拌胶浆，因市场上瓷砖种类繁多，吸水率及膨胀率相差较大，必须根据瓷砖及适用场合的不同，选用配套的瓷砖胶，以确保粘结效果。瓷砖胶搅拌时，首先应注意严格按照产品使用说明上的加水比例，使用电动搅拌器进行搅拌，直至瓷砖胶呈现均匀无结块状。搅拌好的胶浆静置10到15分钟后，让胶粉充分熟化，再次搅拌3到5分钟即可使用。瓷砖铺贴施工前，应根据瓷砖尺寸的不同，选择不同尺宽的抹刀，确保粘贴效果。具体铺贴流程，用齿形抹刀直边将适量胶浆用力涂刮在基层表面，然后用抹刀齿形边用力刮出泪状条纹。将瓷砖平放到已刮好条纹的胶条上，对齐砖缝轻轻按压，并用橡皮锤敲实。瓷砖粘贴一定面积后，可用水平靠尺检测平整度，以便随时调整。
安装十字定位。通常瓷砖铺贴时必须留缝，在瓷砖之间插入十字胶粒进行定位，一方面为瓷砖的热胀冷缩提供伸缩空间，避免起鼓或开裂，其次可以避免瓷砖尺寸和施工过程的误差，确保铺贴效果更加美观。清理砖面，瓷砖粘贴后应及时使用拧干的湿布或海绵清理瓷砖表面残留胶浆，避免瓷砖表面受到污染影响美观。瓷砖填缝，瓷砖粘贴24小时后方可进行瓷砖填缝，首先按填缝剂施工使用说明进行加水搅拌，再将搅拌好的填缝剂抹到橡胶抹刀上，用橡胶抹刀沿瓷砖连接缝的对角以45度角方向用力将填缝剂压入瓷砖缝隙中，将多余的填缝料清除干净，压实砖缝，确保填缝饱满有立体效果，便于清洗。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对于长期浸水、潮湿、阴暗的环境，为避免瓷砖缝泛碱、起霉、变色，应当选用一些功能型填缝剂产品，如赠水型。清洁养护，填缝完成10到20分钟后，待填缝剂表面干燥，用拧干的海绵、棉布或毛巾以画圆方式清洗瓷砖表面，确保瓷砖表面填缝剂无残留。24小时后可用干布再次清理。让我们回顾一下用瓷砖浇施工的流程与要点。基层处理环节中应当注意基层平整，2米内平整度误差不超过2毫米。搅拌胶浆环节中我们应当注意，一，根据瓷砖的规格与材质选择配套的瓷砖胶。二，搅拌过程中严禁另外加入水泥、沙子等材料。三，搅拌好的胶浆应在2小时内用完，已经干固的胶浆严禁加水后继续使用。瓷砖铺贴环节中我们应当注意，一，根据瓷砖尺寸不同选择不同尺宽的抹刀。二，每次涂刮胶浆的面积控制在1平米左右。三，瓷砖铺贴后可调整时间为20分钟。瓷砖填缝环节中我们应当注意，一，不论何种瓷砖施工中都需要留缝。二，填缝工作应在瓷砖铺贴24小时后进行。所谓三分材料七分施工，无论何种产品都需要配套的施工工艺，才能保障高质量的最终效果。瓷砖浇及薄贴法施工工艺的出现，迎合了家居装饰及瓷砖饰面的升级潮流，同时也解决了传统水泥砂浆工艺的不足，势必在瓷砖铺贴工程中被广泛应用，为创造美观舒适的家居环境保驾护航。